法呢，就是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加副座，就是或者是半加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两手呢做这个蹬印，就是做蹬印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站。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术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自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勾气，对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手都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降者。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Dhubaba Humpadasw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Dhubaba Humpadaswa Om Sambara Sambara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e de soha. Ah,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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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je, lol, eh, e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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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Kakanga ganga, zazan, zazanya, tachan, zazana, tatan, zaz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h, haha, saha, cha. Ah,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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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je, lol, eh, e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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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Kakanga ganga, zazan, zazanya, tachan, zazana, tatan, zazana.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擦哈恰。啊啊哦哦哦热热乐乐咦咦哦哦啊。嘎嘎嘎嘎啊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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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ye damahed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gato haya andet tekhen zayo noroda eobadama khyamana asoha Om ye damahed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gato haya andet tekhen zayo noroda eobadama khyamana a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全遍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现。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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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家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密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啊，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面前跟词，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然的光觉多半破了玄机了。我们先说在面前跟词，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然的光觉多半破了玄机了。我们先说在面前跟词，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然的光觉多半破了玄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词，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然的光觉多半破了玄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词，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然的光觉多半破了玄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词，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然的光觉多半破了玄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词，然后对。继承那个音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然的光觉多半破了玄机了。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以前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啊，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下面讲那个金律啊，就金律度呢，分那个六个方面啊，分六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是四维变化无常之自性，皈依和发心以后要观想我们这个四边呢啊，就是生即必死，聚即必散，还有呢就是寂即必静，还有一个高即必堕，就是也就是说一切这个心神呢，就是最后会这个衰亡。啊，就是有讲这个四个边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凡夫人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在意，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生啊、生活啊、财富啊这些，谈着这个漂泊的这些无有这个常有的、无有实质的精神的事物。
无一计任，就是这是特别的悲惨。我们看到身边的很多人也是真的很可怜的，尤其是大城市里面的人，每天都是就是对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是特别担忧的话。我也是要必将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会死的，但是死的时间呢，就是明早也好，既往也好，那什么时候死呢？的确也是没有把握的啊，就是我们自己扪心自问的时候没有把握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寄生当中的一切迷乱的这些现象呢，就是有什么用的？那么死的时候呢，就是只有用的是什么呢？就是生死的这个窍诀，在你的阿赖耶上面是真的有一些三根这个讯息的话呢，就这就是完全能用得到的啊，就完全能用得到的。所以呢，我们应该一定要就是想到这个死亡无常，一切变化无常的，日夜刹那、瞬间、须臾都是变化的，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迈向死亡。啊，每个人想的话呢，其实这些很深的窍诀，那么一天是稍微思维一下，也是可以对你跟这来讲是断除就是很多的这种没有必要的这种这个执着啊，就是因此呢，我们必须要修持禅定。为什么要修持？一切都是无声呀，来不及了，就是要赶快修的意思。明日死也不止，明年死也不止，我们没有时间，就是要拖很长时间。很多人说的是说就是啊，我要这个可能就是突发败了以后我怎么办？就是牙齿。掉了以后我怎么办？就是还有很多老人的话呢，啊，我这个没有这个家里的什么儿子女儿没有的话呢，我老了80岁以后我怎么办呢？很多人都这样，这个想的是比较多的，但实际上我们的寿命不一定有那么长，因此最后呢，就是像这个回向三根。
下面加那个金律啊，就金律都呢，分那个六个方面啊，分六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是思维变化无常之自性，皈依和发心以后要观想我们这个四边呢啊，就是生即必死，聚即必散，还有呢就是寂即必静，还有一个高即必堕，就是也就是说一切这个心神呢，就是最后会这个衰亡啊，就是有讲这个四个边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凡夫人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在意，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生啊、生活啊、财富啊这些，谈着这个漂泊的这些无有这个常有的无有事实的精神的事物以及人。就是这是特别的悲惨，我们看到身边的很多人也是真的很可怜的，尤其是大城市里面的人，每天都是就是对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是特别担忧的话，我也是要必将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会死的，但是死的时间呢，就是明早也好，既往也好，那什么时候死呢？的确也是没有把握的啊，就是我们自己扪心自问的时候没有把握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寂静当中的一切迷乱的这些现象呢，就是有什么用的？那么死的时候呢，就是只有用的是什么呢？就是生死的这个窍诀，在你的阿赖耶上面是真的有一些三根这个讯息的话呢，就这就是完全能用得到的啊，就完全能用得到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就是向到这个死亡无常，一切变化无常的日夜刹那、瞬间、须臾都是变化的。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迈向死亡。啊，每个人想的话呢，其实这些很深的窍诀，那么一天是稍微思维一下，也是可以对你跟这来讲是断除就是很多的这种没有必要的这种这个执着啊，就是因此呢，我们必须要修持禅定。为什么要修持？一切都是无声呀，来不及了，就是要赶快修的意思。明日死也不止，明年死也不止，我们没有时间，就是要拖很长时间。
sonam dayi tamse bhagani tamne ide jaman basi jirgana jiramo chupan chupan sonen rata Bandarangare Bana Sadarga Bandarangare Bana Sadarga Bandarangare Bana Sadarga